怀孕后准妈妈身体有这五个特征，恭喜啦，很可能怀的是位小公主。准妈妈在怀孕后总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，怀孕后准妈妈身体有这五个特征，恭喜啦，很可能怀的是位小公主。一、孕吐反应剧烈且持续时间长，我怀女儿时。二、肚子不显怀，我怀孕时整个人都胖了一圈。三、皮肤光滑细腻，整个怀孕期间我的皮肤都是光滑细腻的。四、四维彩超不配合，怀女儿时我用了4天的时间才做完四维彩超，她每次都是乖乖趴在我身上不动弹。五、胎心率在150以上，到了孕后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